宝哥，你这个皮放的这个位置太大胆了。是刁钻的吧？有点刁钻，有点东西。改了，改了，改了，改了。我们准备去打交流赛了。看一下道具，两个锁。贵斯这边，我先来个偏。再看一个，还有个锁。好的，你一直偷窥他们，这样不好。好吧。走走走，放我走，赶紧赶紧的。小心啊，他能水到你的这个距离啊。看一下道具。道具满的话就扔盾啊，赶紧把盾给扔出去。再看一下，空了，后面没人了，干掉一个。哎呦，拉哥，我操，拉哥真厉害，拉哥这毒用的真的，鬼斧神工，我操。哟，这个天，嘿嘿嘿，稳了，进了。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在前面第一梯队的，反正拉哥这边现在用的是毒车，你跑得好快啊，一分二十四，真的很有天赋，真的，谢谢跑得真快。哎，三个加速器，等下加速警灯加盾牌。哦，它有警灯效果。嗯，对。我靠！我要吃那个道具。我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没吃的。豹哥，你在跑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拉哥的道具，因为拉哥他不会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哦、他是只猫，不会说话，所以他扔水的时候是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道具。我们的道具你就不要注意了。哦好，关注他的就可以。哦呦！哎哎，哎呀，这个盾！啊 ，sorry。哎呦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现在我去跑了。有锁吗？天雷了！晕鬼了，大哥！看一下道具哦。我跟你说，拉哥，我也不会上去的。哎呦 ，nice！ 有锁啊，拉哥。啊靠！啊，小心我锁了，手残。看道具啊。嗯。后面的人上不来。死了。哦哦哦！怎么了？太狠了。给你留个解飞碟啊，哥们儿！太你可以体会我那个，我过完一个弯道，面前看到的是六个瞬间放下来的路障，六个，把所有路封死了。我等一下剪出来给你们看。这个不叫路障，这个叫智能路障，智能的路障，简称智障。六个。又是一个素材了，又是一个。中间那个没人吃，有锁，要不要锁一下？
好，有导弹，有打击导弹，走啊，走了，打，对，两个都下。好的，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刚好是兵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个血飞了。后面都没上来啊！还有道具。你跑？哎，不对。那个道具，哦哟，这个水，哎呀，哎呀，拉哥对不住了，失误了，拉哥。哦，绝杀！我靠，厉害吧哥！运气好，刚好拿到磁铁，磁铁又刚好出那个警铃。我靠，精华了！我们后面都已经绝望了。运气好，83.88%.05%。运气好，运气好，这个运气好。我总觉得猫是比较简单啊，只要开盾而已、啊，然后去拼那个开盾的时机点，其他的就比较还好。一开始就把香蕉皮给扔了。丢个水好了，水到。我拉哥的这个智障扔的是真的是位置好啊。智障是锁定第一对不对？也未必。要不然呢？他是有时候会有排名的 bug， 他会也不知道是什么 bug 吧，他有时候会丢到你脸上。对，哎呦，我被那个猫车挡掉了，是不是？没事。好自爆。哇操！这看一下道具哦。对方还有雷，宝哥千万别晕啊！没晕没晕。哦。他们还有雷哦，雷还没放。放我，放没锁没锁，看一下道具 ，nice， 他们没了。